接下来的这个挑战需要大家两两组队完成，你们需要从已经淘汰的五位成员中选择一人成为自己的游戏搭档，其中在场的玩家会进行游戏任务，而淘汰的成员需要接受秦亚凡的惩罚。这次是我最开心被淘汰的时刻。我凭什么？太残忍了吧！我要回来，淘汰了还要受虐，我们也是有尊严的，好吗？太屈辱了！接下来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眼疾手快，成员们需要按照电视机画面中的颜色排布，快速调整杯子的位置。黄红绿黄。完成按铃。我最先完成的成员得分，较慢完成的成员他的搭档需要接受加班惩罚，最终累计得分更高的两组胜出，就看谁快。接下来呢，就请在场的各位来我这里抽取一个顺序，来吧，快抽。抽到一号和二号是一组，抽到三号、四号、五号是一组进行竞赛。请你们先展示一下你们抽到的序号。一号和二号是一组，三号和四号、五号是一组。两组胜出的第一名，这两位将获得查验身份的机会。好的。接下来，请你们先选搭档。我们就是五块肉而已。对，你们就是挑吧，肉盾。不，你们选一个，我不用选我吧？你选我吗？五个人你一定会上单。我们可以五个人都选陈哥吗？可以。我们要尊重你们的选择。我也只尊重你们的选择。谁说一飞儿哥踩几下板脚踩烂今天？我觉得我们可以都选陈哥，陈哥就成为了深深接受惩罚的搭档。我还可以选陈哥吗？那不行了，不能可一个人往身上拐呀。我选九州，我选蒋龙，我选凯哥。哇，突然压力有点大了。你别输啊，真源，你不能输啊。周深，等一下，赢了你就能有验人的机会。他根本赢不了，就喜欢这个态度，赢不了一点。来，第一题，请看题。哇哦，摆呀摆呀，干啥呢？哎呦啊！我坏，我自己跳行不行？无需多言。我已经感受到了。哇，没事吧陈哥？当场吐魂。第二题啊，妈，这太难了呀。周深先，周深快，周深快。酸爽，这是啥意思？从左至右，落起来。这是，哎，有点逐渐能接受了。没有第一次弄疼了吗？我这样习惯了，都没感觉了。不是，它是前后排的。来，我太重了。我的妈呀！上下的，对，快点，陈哥，现在错了，红黄绿。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啊，还行，看好一点了。麻木了。怎么样？我尽力了。太让我了。哎，那都赢了是吧？啊，是我们该上了吗？对呀，人家在不知道呢。哎呦，我的妈耶！
来吧，给个痛快。哎呀，好紧张。第一题，哦，是你起来是吧？我有点晕啊啊啊！哇，凯哥一点感觉没有。怎么呢，凯哥？你都蹦出去了。凯哥真男人啊！恩熙，不要有压力。好哥，再来。真的疼。疼。姐啊，对。不对，不对，他的那个是三个摆在一起。不对，不对，韩冰，我对了，我对了，韩冰对了，韩冰对了，真的对了。哦，这下疼。真男人，这下疼。按铃。对不起，阿龙。啊。哎，屁股擦，屁股擦，好硌着屁股。哇，这个好难。啥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哇，我又比他差了一点儿。女儿快。Nice。恩熙。凯哥。凯哥。两边两个竖的。左右各是竖的。哦，我现在呢？我的被子怎么飞了？哇，你们还挺焦灼。很焦灼，很焦灼。这都已经习惯了。对。我下去都能给你跳 Queen 卡了。你不听，你跳来。阿莫鬼。阿莫鬼。这个可以，我们不带怕的，没事。Queen卡组，三角的，往上落，往上落啊，真渊。对对对对对。恩熙已经，恩熙对了，恩熙漂亮。哥，你也 Queen 卡一下。怎么跳？这样。好。嗯，来。就这种技巧。我陪你们。Queen 卡 ，Queen 卡，阿帕 ，Queen 卡，阿帕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结束了，马疼死了。赢了，赢了。啊，那赢。3-2。行，我好想试一下这个啊，能让我试一下吗？谁在调控这个啊？让我试一下呗。你给他试一下。耶！疼不疼？很疼。哦，有点疼。奔跑吧，让幸福回家，健康活力每一天。第一局魏大勋胜出，第二局张真源胜出。你们两人当中会有一人有机会获得最后一次宝贵的查验权利。